等我同时养了一只龙猫和一只蛋猫。贵贵是龙猫，没啥边界感，满满贴贴。芋泥是蛋猫，干什么的蛋蛋的。当我摸龙猫的反应，妈妈摸摸，摸蛋猫的反应，这次又玩什么？速战速决吧，很累的。再看看握手的反应，妈妈我握，给我吃，我会握。等会儿吃又饿不死。龙猫和蛋猫打架就太好笑了。干嘛呀你？妈妈说不能打架。我就打，我就打。看你们衣服弄得好脏，脱下来和这一堆一起洗了。用我新买的石头自己清洗一下。这个外观真是满满的科技感啊！12公斤大容量可以洗100来件贵贵的小衣服，而且它的毛絮自清洁功能，一边洗烘一边收集猫毛，还可以自动清洁滤网。你看洗得多干净啊！以后就不用滚筒粘毛了。再搭配分子筛低温烘干加 UVC 紫外线除菌，烘完就能直接穿上。还有微蒸空气洗，你这件沾了尿尿的衣服，洗完一点味都没有了。来戴一下这个小帽子吧。